提起小时候的女神，那赵薇肯定是排第一位的。当时的她的大眼睛着实掀起了全民追逐大眼睛双眼皮的热潮，可以说是引领了当时对于美女评价的标准了。而现在的赵薇也是有点发福的节奏，微胖的身材总是被大家吐槽。来看看颜值巅峰时期的赵薇吧，看看学生时代的她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当然明星也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现在的气场，也有轻松青涩的学生时期。学生时代的照片可以看出，即使放在人群中，赵薇那时候也清纯极了。网友：难怪黄晓明大学的时候暗恋赵薇，一见到她就觉得她是闯入人间的天使。当时的小编还真是不明所以呢，难道情人眼里出西施？但是现在看完这几张照片真的信了，大大的眼睛，雪白的皮肤，高鼻梁，这也是个小萝莉呀，一双大眼睛令人印象深刻。难怪当年迷的黄教主六神无主啊，有颜值还瘦瘦的身材是真的美呀。看来美照小编真的觉得赵薇还是瘦一点美，看来真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了，你们觉得呢？